咱明年啊，各组长一定要准备准备调查，大家我哪个地方？咱我希望就是上班时间，如果有办法，能感觉，咱一起把钱准备准备，比咱们要提拔，但是咱准备不提，所以话就到这个方面，也得将来将来啊，就大家融合。那么呢，我呢，这样呢，这个总结的结果来讲吼，咱现在河岸呢，这地方讲无了的吼，继续对啦吼，有一贯天道的生命在嘛。那么今日的图案呢，就讲着讲这个九道的里面的主线，甲咱研究一贯天道的这个概念，这个道统的这个格言，当然就是讲，天。主要是讲吼，迄个天道即个道统的即个格言就是咧讲吼，天道格言就是咧讲伊个因缘，甲伊个缘由，天开始一外开天，到了结合九天万方之中，那么即个结合就是天道的心法啦。啊，要讲个吼，就是天道。天道的心法，天道的心法，这个是说明讲天道的这个天道降世，夫妇归团本体，师子由本心，这个本体本心，这个心法只有单禅独修，一直到了呢，普传天下，规律的传承，又分做三个阶段。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个主流，迄个儒道慧命的传承，这个是前东方十八代祖师嘛，对吼，一心两分地有所故，一直呢到了呢，这个夏商周三代以上都讲，帝王家三代以下都讲师徒嘛，所以呢，孔子从都传落这个干脆，干脆呢，一直早来西方，所以呢，但传落。即个庄子嘛，庄子还有朱子，朱子在传落去，传到了庄子呢，因为呢道，因为呢天下大乱，所以迄阵道，才稳就对啦，才转过西印度，所以讲有一个东方前十八代祖师，加呢即个西印度二十八代祖，那么二十八代祖就是呢，由释迦牟尼。来上道传落，车尊者，那么车样呢？尊者在上道，爱传落阿难尊者，一直传，传到二十八代祖，就是呢，咱佛祖奉天承运啦吼。那么看着东方古的这个盛世，所以迄阵啊吼，从这个道，再过来回转倒转来，咱中国，回转倒转来这个中国。那叫做老祖还朝，对啦，这个道德带回到咱个中国，所以儒道释，主体的这个圆满，
的这个传承，但有讲吼后丹方十八代就对啦。那么后丹方十八代就是吼，因为做了武阿无用，甲做神功嘛，哦，所以讲神功不做，那么将刀传互这个，哦，这个曾强，哦，那么四做就是刀神，五做武林大师，六做元祖师，咱就已经足清楚个嘛，哦，六做元祖师，那么六做呢，哦，因为啊，迄阵哦，德温。有这个南军北将嘛，哦，南军啊，就是呢，那么就是讲迄个遁法，哦，遁教的这个法门就对啦，所以哦，迄个向南，哦，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哦，就交代讲哦，伊向南，哦，啊去呢，去传道啊，哦，啊一个，哦，咱所了解来讲哦，慧能祖师，啊，佫有一个心术。新秀大师嘛，啊新秀大师呢，北往北吼，迄、哦、叫做讲修嘛，所以有哪有讲话南军北将吼，跟、哦、这个意思就对。所以讲南军就是正道啦，正道就对啦，伊是传正道。啊，即摆北将吼，伊是传正教，吼、哦、教化人心嘛，吼修正道啊达到正道嘛吼，哦所以讲吼、哦。哦，所以咱知影讲，迄落咱着做个来去强调，啊，咱传落来归体，哦，直接开始个就对啦。所以去做迄阵，因为吼，迄落有咧，迄落呾药师个个经幡吼，就是吼，拢咧找药用嘛，吼、哦，诶，啊就是咧个金沙啦，啊，所以呾吼，咱迄落着做呾走入迄个归体啦，哦，去。七祖拄啊好有两个啊，一个就是地狱祥，啊一个就是马端良。地狱祥伊是在家亲戚啊，马端良就是咧啊，伊就出家众。因此因两个咧，哦，因为讲哦，拢得到啦，哦啊哦，一直咧传下第十步来做，就是哦，伊就王家义，王家义做主哦，啊就是咧哦，那么伊阵。哦，伊个主要就是讲哦，将这个传道啊，改吼，改改做一贯道，啊，所以哦，十五大祖开始哦，打一贯道，哦，啊，十六大祖就是呾老瓦普，老瓦普就是千里道人嘛，哦，千里道人就是江主教，咱拢知影江主教，后来化身呢，所以呢，主教是三教合一嘛，哦，三教合一，咱第十七大祖咱应该。第十七代祖师吼，咱个老祖师嘛，道中义嘛，道祖道中义啊，就是咱念着祖师啊所来化身的，所以伊即伊个英文名就是白羊印印吼，为地藏经文的这个波坛。第十八代祖就是来咱吼，咱个祖尊祖庙吼，强调出个创新新闻呢，咱何况来办理活动一条啊，吼办好一条。哦，这个生活就从遮来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这个是讲第三批玩家，而且就从大开国土的时阵，哦，六十四代祖呢，哦，就是呢，这个大道的格言就从遮来，哦，就那个始末的传承，哦，那么呢，第二呢，我再来讲呢，啊，所讲的讲哦，国土三者三批玩家，因为。那么讲，火土三者，哦，咱师尊老来，那么伊曾经捌甲咱讲的吼，上天为啥物要降下这个哦真理和宝的这个真理来大开普渡？哦，这乃是应着道业定价的基本啊。
会当呢，去进一步去了解讲吼，讲即道德、道德评价，无非啦吼。那么伊个用意、伊个目的是啥？就是咧，恁慢慢化这个结果，因为咧，道德是咧拯救性命嘛，啊，结果是咧淘汰恶业主嘛。所以为着要慢慢化这个结果，化人心为良一点，那么建立了个台湾世界为目标嘛。所以吼，咱初中老师呢，对于老母降低吼，即、這个三级原则的意义，搁再加以即个阐述就对啦。伊讲呢，所谓三级吼、三级原则呢，大开普渡，什么叫做大开普渡？就是呢，三德大开普渡。小会啊，每一回1800，所以哦，咱人是
天地嘛是虚无啊，哦，所以讲啊，从丛林经典来计，伊在依照十天干旱地基，哦，来计算天地运转，哦，依照地球天，哦，太阳图啊来分析，所以哦，咱讲哦，叫咱讲十地基，哦，就是讲由这个。这个宇宙哦，啊，伊的这个会所哦，伊有分做太古、上古、中古，啊，搁一个下古，哦，安尼，哦，那么咧，主会开天，天会辟地。因为发生，哦，有咱人以后，哦，带来十不十不修理啊，哦，十不自世，所以讲到了五岁，啊，十不自世，十不修，因为是十不十不自世，所以讲内底个人都七不自世，三不修理，哦，伊个是安尼啦，哦，所以讲哦。伊迄个手骨，手骨真细嘛，哦啊，五米，哦，但是三骨，四米啊，重点哦，就是伫迄个三骨四米，哦，就是近代五米高的时期，所以讲哦，伫即个时分哦，拜什么？三骨外接，三骨外带过度，伊的英文字就是安尼，因为哦。到了五岁的时候哦，就是呢，晚年收回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幼会哦，但呢，哦，变低，哦，啊，过来变低，啊，天地混沌。哦，天地哦，才开始混沌，所以讲哦，天地哦，但气天方明，上天方明哦，气天方明。伊就是天地的这个循环哦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讲哦，七分地势，啊三分修，所以这个三分修里面中间就是应在这个五味交界之际，啊就是增加增加哦，三分外加三个辅助哦，的这个时分就对啦。所以咱知影，道理个哦，真正是啊，接就是要做太好个事啦，是出自咱。哦，咱个师尊呢，哦，伊曾经捌甲咱讲，讲个天地已经哦，即个收缩，所以阿龙已经尽啊，那么咱白龙哦，将哦天德普传哦，伫即个时阵就是变个拯救神哦，拯救万人得救，会当来得道，爱当来修行难度，啊，咱个观音呢，哦，回故乡也来回咱个人间哦，等。所以讲，老师呢，哦，咱个师尊呢，哦，伊讲哦，咱
咱后面关注的就对啦，安尼吼，得不偿失啦。那么咱这个讲吼，第三点，咱就爱珍惜生命财源，吼，会下面使用啊。嗯，是。那么第一点哦，我就是讲，本来咱大家互相讨论的，讲生命大法伊的含义，哦，伊的含义真义是啥物？哦，咱讲生命大法，伫这个学术界，就是讲世界学术界研究，哦，研究迄个宇宙真理的奥妙之处，哦，伊认为讲有三本经书。是大家的这个肯定，啊，甲公认，对啦，公认。所以讲哦，第一个就是呢，老子，老子的这个《道德经》嘛，吼，第二个。
会使讲非常的弱。理学术界来讲吼，伊对于道德的神经观的重点是非常重要，哦，重要的这个课题。那么第二来讲，金刚经，哦，金刚经，哦，嘛是咧讲伊的本性，咧讲心性，啊咧讲咧佛性，哦，那么伊咧个双脚脚。哦，下迄个恶了之处，就是学术界，所以是业先后。所以哦，咱个佛陀用着迄个金刚经，哦，伊个恶了之处，就是咧无非就是咧哦纠结堕落，哦，咱就做无量大师咧，哦，所演说个就做大经，哦，完全就是咧讲心性个物件，哦，那么咱老师。在念大时阵，哦，伊一直强调讲要做大经，哦，每一句，哦，完全拢在讲心性的物件。所以讲，根本书上怎么讲啊？讲咧，下是不离家，啊，干净不离心，干净不离心，完全拢在讲心性的物件。所以咱一直咱修行学道，拢爱一直咧用着这心性来做咱的。哦，修道、修修的这方面啦，吼。那么呢，咱爱了解，咱今日会当得到呢，这个一贯天道，哦，而且无常生活，哦，咱就做无量大师，曾经嘛甲咱讲啊，讲，今日咱会当得到，会当得活，那么伊个含，哦，就是含咱同事们共同所修持的这个方面是同款的，所以无二，哦。摩尔法界佛陀彼得摩尔就是咧讲公拜嘛吼，摩尔如果呐翻译起来讲公拜嘛，哦公拜嘛是咧讲道，嘛是咧讲哦一点，啊嘛是咧讲众生，一定有体。嗯嗯。法界无非就是咧讲大乘。两地菩萨，嗯，好，当然就是咧讲吼，咱人生的好就是最好嘛，最好也是咧讲苦海，哦，咱就是苦海。那么好，就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咧，吼，咱人生的这个过程，咱必须要有处理，吼，要安怎咧，吼，达到。那么，密就是一个吼、哦，非常精密就对啦，精密非常精密。那么就是讲会当为处啊，要达到时间，哦，那么就是呢，要达到呢，哦，超生了死的这个境界。所以呢，咱必须要多多哦，就是呢，爱去实践的当中。哦，所以啊，咱应该呢，吼、哦。咱来吼进步去个了解，咱讲摩诃就是讲大嘛吼，那么讲大就是咧讲哦，代表道，代表佛性，代表众生的这个本体，嘛代表一点就对了。所以讲，啥物同大，讲讲大，啥物同大哦，就是天地之间同大嘛。那么天地之间同大，大大是无大，啊小是无来。哦，空气弥漫的它，关气汇总明白。哦，那么大大到什么？就是无边际嘛，无边界会大就对了。哦，无方圆，无大小，哦，啊无长短，哦，啊无上下。甚至讲哦，你的内心当中，哦，爱呢无怨恨，啊无喜爱，无是非，无善恶，啊无头无尾。会使讲是达到平等观的迄个境界，所以那平等观就是无对待嘛，啊无分别嘛，哦，所以才讲自能智慧都不能言传，哦，会当达到无相，哦，迄、那个无相空达到空相，迄个是实相的物件，哦，迄、那个不所居住的所在，那是众生的国家了，哦，所以讲。咱讲法界，法界就是大乘智慧嘛，
安讲，哦，迄、那个苗栗飞嘛，佫加一个百仙啊。所以讲，即、這个苗栗飞，即、這个大善妙智慧，就是咱人的良知啦。哦，但讲咱人有良知良能嘛。啊，所以即、這个苗栗飞就是哦，你讲咱人的良知。那么咱人的良知，伊具了一切的德性。那么这德性是对对来。那么咧，就是由天所赋予咱的迄、那个吼，迄、哦那个心智就叫神助啦。迄、那个心智在咱人吼叫做完成。所以哦，天所赋予咱迄个叫做咧，迄、那个叫做天命啦。哦，所以哦，很重要的就是在讲天命之谓性。哦，那么伊是自然而然、自然而无为的。哦，因此啊，咱咧。哦，比咱的肉体的身躯内底，一天24小时，哦，咱啊都饿啊难叫，哦，经常讲咧，咱食物件时，哦，咱爱咧即个肉体，哦，伊会咧，哦，即个消化系统，哦，啊，甲咱啊，运用甲较好势，哦，甚至讲啊，五脏六腑，啊，咱咧呼吸，甚至讲咱咧睏，哦，等等的这作用，它是无为而为的。所以讲，咱讲咧，这个科就是咧讲最科嘛，哦，最科就是咧讲苦海嘛，是人生，哦，就是从生啊到死，哦，这个过程内底，人生咧，拢是因为哦，接受着这个现象界，主导现象界，所以一切咱来做了这个欲望心嘛，有了欲望，咱讲哦，这个爱爱未着，啊，得得未着。哦，心的烦，啊，就会有这个杂念嘛。但讲了杂念丛生就对了，杂念丛生自然你就会烦恼啊。啊，有烦恼，人生会使讲是吼，人讲就是苦海。啊，因为这个苦海就是讲，咱有哦执着，啊有妄想，执着妄想而不能自拔，所以呢，咱来六道轮回。哦，原因就是安尼嘛。所以讲哦，这个苦就是。苦海，啊，就是一个烦，就是一个三途世界，哦，就是一个处难的对。那么德就是啊，这个过程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呢，伫这个过程，伫这个处难要安怎呢？啊，达到迄个彼岸，就是哦，达到迄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哦，那么呢，命就是讲天命嘛，就是要达到呢超生了死的境界，哦，达到涅槃嘛，离天的境界。哦，所以讲啊，咱即马哦，咱即个是讲哦，给咱达到弥勒净土的对，哦，咱弥勒净土，哦，啊呢，咱呢一定爱呢实践的功夫，多多去做实践的功夫，去练的功夫，哦，所以讲哦，咱今日修行学道，无非就是哦，咱个内性兼外道啊，哦，内性就是个佛法。那就这念头达到清净嘛，哦，这是哦修这个慧性嘛。那么啊外哦，无非就是哦，大人小人心转啦。慢慢嘞，哦，这个是心外三心定念，哦，啊内外兼心，哦，内性啊兼外哦，哦，慢来到位嘞，哦，那就这个哦妙智慧，哦，啊去呢去实践去做去行。所以讲，修行学道过程呢，无多人要进，哦，先修而后得，哦，就是呢，啊，爱修到苦修苦练，爱修到三千功变八个，爱过呢，千里风云书法经变到过来。所以，既然哦，心性咱当也谈不了变得。那么言出时呢，可能先得而后修，哦，那么修齐，哦，以咱这个慧界当中，咱那呢。哦，逆水行舟啊！哦，逆来顺受的心情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咱一定呢，哦，要达到彼岸，哦，要达到西方极乐，哦，诶，这段时间呢，你得来受苦、受难、甲受苦，哦，所以，哦，咱要达到最后阶段呢，哦，苦尽甘来，哦，咱讲苦乐命就对了，何德命要尝到这个甜头，哦。要达到啊！我必须要呢，在自相信我哦，二六十中哦，咱一定要重
那么主要是要用着咱的这个哦，升华到咱的庙宇会去做一个实践的功夫哦，达到呢哦无止哦，安尼呢，咱大家都很好哦，大家调身了事哦，这个法门就是最上乘的法门，就是顿法。因此呢，咱佛道人来说呢，哦，带动这个大德干这个威体，德干威体出名的多。啊，互咱啊，会咱呢，啊，一记见成佛的这个光明，就是当然咱会用修德书啊，作为修持的这个方面。哦，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哦，三教合一，五教同传，的这个名品就对啦。什么叫做三教合一？哦，就是儒、咱讲，哦，儒道释，哦，就是咧，哦，儒教、道教甲释教，哦，这叫做三教合一嘛，哦，那么呢，加上佛教，啊加耶稣教，这叫做五教合一，哦，那么当然啦，儒教就是咱孔子嘛，哦，咱孔子，那么伊所著有了四书嘛，哦，中庸、论语。这个伦理问题啦，啊，庄周，哦，嗯，哦，那么伊所传授的这个心法，哦，所传授的这个心法，就是遵守标准。释教就是呢，哦，佛教叫做人生见性。耶稣教就是身心一致，目标一致。所以有阵时啊，咱来看吼，道教太上李老君，哦，伊所留落来就是呢，哦，这个
气鬼的物件，伊是万能主宰，宇宙的这个万象的本体，所以伊为咱人变作是，哦，咱人有思想，啊呢，哦，有这个本性所用的迄个就是对，所以伊的心性就是修身养性，啊，这个好凡修为，哦，所以你若看五教完全伊咧讲的，拢咧讲修行的物件。拢咧讲修行的物件，啊，拢咧讲的，拢咧讲，哦，全部拢咧讲修行的物件，哦，明心见性，万法归一，哦，天心定性，哦，清净法理，哦，色心即性，哦，目的清净，完全拢咧讲修行，拢咧讲这个物件，所以哦，咱来看有教圣人修，伊所有的这个境界。拢在证明讲这个心性的法门的物件，所以这个心性，这个因对修行者呢，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课题啦吼。哦，那么呢，哦，过来就是讲，哦，讲到心性，哦，咱就讲这个修行啊。第三点，我咧要安尼讲来讲哦，修行就是吼，真修实行，啊，就是身体的修持。咱今日吼在得到，今日呢，哦，得到三宝的这个妙法的真理。
所以呢，哦，那么咱讲靠关，哦靠关，咱咧祈祷的时阵哦，咱咧点头珠，哦，伫这个点头珠内底呢，伊讲。我用心讲，啊！你用心记，哦，啊！用心记，啊！是咧记啥？就咧记五祖尊经嘛，哦。啊，咱迄个五祖尊经，无非就是哦，咱个老祖师的信号嘛。哦，咱个老祖师，伊个信处，伊个这个，伊个这个信处啊，哦，伊个这个是，哦，这个信处。这个姓朱，伊就是朱啊，朱氏啊，对啦吼。朱就是朱棣，哦，一种个朱棣以下的姓，哦，用一种朱棣以下的姓。如果啊，是我的心中，放伫我的心中，就是心上。如果来用字讲，叫做呢，哦，言语上，哦，写一个八叫做文字上。所以呢，咱爱呢，照着这个上。啊来明理啊，哦，所以讲，依着这个相啊来明理，了解咧，咱会当咧用着咱的自性，甲咱的心，哦，心性合一，哦，会当体悟这个心性，身正合一，哦，啊来，哦，合一一体，哦，咱讲咧合同就是这个，哦，关照，哦，咱讲合同就是。诚心心嘛，吼，这个心嘛，这个心，吼，无非啊，啊就是呢，叫咱呢用着这个心啊来观照，吼，观照发这个，吼，咱这个心是一个呢工具，用着这个心会当呢来含咱，吼，天地间的众生物，吼，同在，吼，含咱老祖宗，含咱祖尊，含咱祖庙。啊，咱呢，老母娘会当同在，哦，依着这个心性，会当呢，含咱呢众生分啊同在，这才是真正的合同。那么合同伊的重点，无非就是吼，要叫咱呢，合是圣贤仙女，哦，诸比以下的这种精神，就像咱师尊老人曾经啊，啊，捌甲咱提示讲，哦，咱爱来效法咱的何老先生。大牺牲啊！哦，亲像咱何老先生，那么伊牺牲着家族，啊牺牲着财产，哦命，哦生死，功过，所以一切拢牺牲，哦这个有大牺牲，哦那么呢，无非嘛是讲叫咱爱咱的存钱人，哦咱的个体文书，哦咱一心牺牲奉献，也就是前程，哦。那么最后我要呢，哦，啊，这里的结论啊，这里的结论，咱六祖哦，咱个慧能哦，慧能祖师哦，来得到五祖这个师观哦，而五祖呢啊，这个来到迄、那个哦，咱也拢有迄个六祖观音山名啊。五祖来到这个哦，这堆房的这个所在哦，五祖呢啊，甲咱个慧能讲。历经色啊会了，对啦，历经色啊会了，哦。那么慧能呢，讲了历色救伊啦，哦，啊呢欠债啦，哦，讲历已经经色啊，哦，啊有欠债啦。那么历经色的意思，哦，无非就是讲哦，哦，你家呢，哦，你这厨房，你家呢挂大堆，哦，啊呢。精力哦啊哦，诸佛宗教呢吼，要应付吼，人讲呢哦，
人讲有道理，啊嘛了有道理啊。啊，所以讲，伊咧唔切这三顿，啊呢，这是内底有生活上，哦，的这个，哦，尊严的约啊，哦，也使讲非常的这个规，甚至讲伊这心中无怨念，哦，只有呢，伊写这这种心事，人讲心灵难得，啊，成功了啊，这种的好处啦，哦，也使讲。必已经成色了，哦，那么，哦，那么必色啊，那么有，哦，那么祖师啊，哦，就用着伊个，迄、那个祖师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中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意思来讲，祖师拢有只乖啊，迄、那个乖啊就是吼，对顶头吼，迄下无阿个呢，敲三下就对啦，吼，安尼呢。哦，三个因此啦，所以慧能祖师呢，伊会祖义已经呢，哦，配应哦，祖师的这个意思是啥物啦？叫甲伊呢三根不熟就对啦。所以三根就是咧讲哦，讲已经哦，差不多暗时啊，你若讲一根就七点到九点，啊一根就九点到十一点，啊三根就十一点半夜两点到一点，伊这个时间。哦，啊呢，五度，哦，一季五节，五度的这个上头，啊呢，入这个上南的五度，咱用这个加西亚，不能平结，哦，所以呢，达到一季建成，建成升温，哦，会使讲是得到，啊呢，哦来升起，那么五度呢，哦，伊得到了呢，五度才开始呢，哦，啊来讲这个真空经就对了，应无。祖师以心以心啊，哦，就是应有的应着嘛，应着迄个无的就对啦。啊，无的就是咧讲啥，就是咧讲，哦，咱的无极老母娘所赋予咱迄点的迄个自信，哦，在咱的心上迄个自信分迄个所在，应有所住，伊迄个所在你只要去甲把持、保持得住就对啦。在伊个心中。咱拢爱以这个哦来作为咱的哦作为咱的依归，来作为咱的这个哦主宰哦哦以心之心了对啦，心就是咱生出你的道心哦，唔免呢哦唔茫用着迄个妄想心哦，迄个色心哦，你来咱去了解哪里呢？以咱这个主心的行为所表露出来，迄个就是道心。哦，道心的这个限度，哦，悟着了，那么呢，哦，伊就呢对这个果座，慧能就对果座呢，哦，伊讲呢，一切办法不离自性啊，做一切形形色色，哦，的这个变化，哦，都无离开咱自性，的这个变现，所以这就是咧讲心性的物件，所以慧能都答对果座啊。哦，一个心得的回响。那么这个心得的回响，就在讲何其初心，本自清净；何其初心，并不生灭啊；何其初心，本自苦集；何其初心，哦，本无动摇；何其初心，明心白发。哦，那么一讲了这个，就讲哦，原来我甲了解讲。哦，咱的本性就是个清净净净，哦，清净是无固执的。那么，咱的本性本来伊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无形无相。那么，伊是来自自性。哦，本性甚至讲本性，伊是具足一切的这个德性。那么，本性呢？哦，这个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哦，无受到这个，哦。这个环境啊，哦，啊所扰扰，哦，啊意思呢，哦，无有动摇的，哦，甚至讲明心办法，哦，一本上万事万事归于本啊，哦，诸性会当含天地同相应，哦，所以讲这是万法归一啦，哦，安尼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我就用这个来作为咱的这结论，那么呢，啊，我再做下去。三秒，无阿爸，阿咱先录，阿咱下，阿咱，阿咱。
咱的工厂，甲咱的哦，酒店的，来去干嘛？